师傅们好，各位学员们好。2021年益顺基金会很荣幸能邀请福严开仁法师、圆波法师、长慈法师、圆悟法师及冠藏法师，在7天的法度假为大家教授《金刚经》及《心经》。现在我们请开仁法师为大家说几句话。主持人啊，诸位老师、诸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台湾是晚上哦，美国是早上哦。师傅好。好，大家好。那我今年姻缘还算很好啦哈，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导师的著作。那其实导师的这本著作，我也好久没有再复习了啊，那刚好有这一次的因缘，跟大家一起来研读也是内心里面也是很发喜啊。那开场白要勉励大家了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很严重啊，大家还有这个因缘很健康的然后也跟法师们能够在线上一起共修佛法，这个是要珍惜的因缘那很多人现在在医院在生病，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福报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缘要好好的珍惜。那大乘都论那个有一个譬喻他提到说，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太阳照到的，如果有水的地方就是水的多跟少呢，它的影子维持的时间长跟短就不同如果它照到的水池是很多水的，那太阳的影子就维持比较久。那如果是照到一滩水那太阳出来之后呢，把它那个蒸发掉呢，那个影子也就不见了。那这个譬喻呢，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很多人在学佛就是像我们夏天，大家经常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要么就不下雨，要下雨就一直下个不停的那我们就是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它天气很炎热那下的雨很少，那地面上还没有湿，但是水已经完全蒸发掉。那如果是雨比较充沛的话呢，那地面能够潮湿，那能够滋润万物。那这个譬喻，我想要带出什么讯息呢？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如果说我们听闻佛法、学习、修行那自己如果有这个诚意、有这个真诚的话，那我们多多学习的话，那法水多那我们就不容易被蒸发掉了，我们的法水就不会那么快被蒸发掉如果是我们学的少少的就是以少为足或者是也没有这样的因缘多多深入的话，那我们所学习到的法水很快就不能维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些法水进入到内心要让它充沛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维持的时间会比较久那这一次就是上的这个《金刚经》那跟《心经》，那说浅也不浅，说深也不深但是里面的内容也蛮多的那最后呢，我就是用一个勉励大家的一个方式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说到有一些学员害怕那个研讨那这个让我想到《阿含经》《阿含经》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场景就是有时候佛陀会问弟子们，什么叫五蕴什么叫诸苦那弟子们呢，通常都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就会伏跪然后跟佛陀说，佛陀，你是明我们的明灯你是我们的皈依，请你为我们开示那这个场景让我想到，就是
其实我们在研讨佛法还是共同研讨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用有压力的如果有什么不理解的那就是透过表达或者是请师父们给大家讲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这个善巧也不错那把问题呢就交还给师父就好了好，那最后呢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这几天祝福大家法喜充满，谢谢。好，谢谢开仁法师。那我们现在请圆波法师为大家说几句话。好，主持人、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学员，大家六时吉祥。那我们在《般若经》里边有所谓的，就是在学习菩提道上有所谓的心学菩萨跟九学菩萨。那对于这个修一切的一切师，一家师，有所谓的初修业的一家师，还有已习行的一家师，那对于我们这次上课，这个课程有新进的学员，也有多次参加的学员，或者已经参加很多地方听课的学员，就是也有相对上也有新学跟旧学，那既然我们参加这个课程，应该要有一些目标或增长那我会觉得，对于初学者刚参加我们课程研讨的你也不要过度给自己压力，但是你却可以去找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依佛法来说，就是依正见来建立佛法的信仰这对初学者，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对于久学者，你可以增长经过多闻熏习，能够增长智慧跟正信。那对于初学跟久学，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初学者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先预先存有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见解要保持开放。那不理解的部分就让他不理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经过多闻熏习之后，后面读到的，就会理解前面的那对于久学者，还是一样要多读广读让之前不够深广的、不理解的能够深广，能够通彻。那当然，对久学者这个长远心耐心还有这个谦和这样的心也是很重要的那像导师对于应顺导师来讲，他对于自己前长达几十年的学习，也常常修正自己这个以前不圆满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学习佛法多年之后值得一参考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刚刚看老师有提到这个上台报告其实分配报告的真的不要太过担心了那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些上台报告的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或者意外的这个观念比如在上课的时候有在佛学院上课有这个旁听的那旁听的他本来就没有课程压力，但是我还是请他上台报告，结果发现他效果比正修的还好所以那个就刚刚看老师说的，不懂，反正你先说一下嘛那丢给老师，老师再补充那老师再不懂就丢给佛菩萨嘛这个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好，那经过自己上台报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跟能力的这个觉发了这个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好，那最后祝福这个新学者能够建立正确，还有稳固的立足点。那这个久学者能够纷纷增长阶段性的菩提道。好，谢谢大家。谢谢云波法师。那我们现在请长慈法师为大家说几句话。主持人，还有诸位老师，还有线上的法师，在家菩萨，大家六时吉祥，六时平安。很荣幸，也很欢喜，今天有这一个因缘，
来跟大家研讨般若的智慧。那这一次的主题是般若经讲记。那般若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或是观念，就是无我或是空。那在金刚经主要是谈无我的智慧，那心经谈空的智慧。那究竟要如何无我，要如何空呢？那这接下来这几天，每位法师都会在他们所负责的部分呢，为大家演绎，为大家解说。那我的这一边呢，主要是谈跟大家分享心经的部分啊。那心经开头就是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要努力的一个下手处，然后以及我们想要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就是要下手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的一个理想目标就是度一切苦厄，或者是后面所说的究竟涅槃，然后或是诸佛的无上菩提等等。那究竟要怎么来运用这些智慧在生活中解决我们的问题呢？那这个在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会针对这一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研讨。那刚刚看老师有讲到，我们学习佛法要多具足法水啊。那这个法水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在我们身心所体验出来的一个相状呢，就是法喜啊。喝了法水越多呢，那应该法喜就越多。那这个法喜会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我们现在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样的一种流行，那也开始在施打疫苗。那这个施打疫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呢，就是产生抵抗力，产生保护力。那在佛法讲缘起，讲因缘，要不生病呢，要有种种的因缘条件，除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还有就是好的卫生习惯之外呢，我们本身的这一种免疫力也很重要哦。那免疫力就是从刚刚的这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去产生一种综合性的一个成效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机制，就是我们内心如果能够有法喜的话，那这免疫系统呢，相信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效用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几天的学习当中呢，能够多具足法水，然后身心能够产生法喜，那同时呢，这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种身心的免疫力呢能够提升。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免于这一种新冠肺炎的一个侵袭。那我们有这样的法喜，有这样的免疫力，也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呢去帮助需要的周遭的一些亲人或者是朋友啊。那希望大家在这几天能够具足法喜，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法喜呢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好，那最后祝福大家能够在这七天当中提升免疫力，具足法水，然后具足免疫。阿弥陀佛。谢谢常智法师。那现在我们请
圆悟法师为大家说几句话。主持人，诸位讲师，诸位法师、佛友，大家好。这次呢，很高兴可以跟诸位分享《金刚般若经》。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就我们要以佛为目标，学佛是最终的目的。那请问，学佛之后，我成佛之后，佛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或者有没有去观察过？那在大圣经当中啊，有些经典可能是种在菩萨的果德、佛的功德，所以一开始的开场白或是一般说的经的序分，讲的大概都是大菩萨从某个天某个地方来，大地震动之类的。那如果大家有先看过这个《金刚般若经》的内容，一开始的序分，它就描述了佛成佛之后，他的平时的作息是什么。平时呢，他吃饭时间到了，他就入社会大臣去乞食，乞食回来就吃完饭，那收衣钵、洗足矣，结跏不作。所以成佛之后呢，佛还是在修行。所以因此，我们这次或许有些是初学，有些是久学，所以呢，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有些指引，就是说我们以佛为目标，成佛之后还是要修行。修行除了要降服自身，那当然佛是不用特别降服，就降服自身烦恼之外，还是要去帮助众生。那导师呢，在《金刚般若经讲记》中他在解释这个法上因舍而况非法这段文，他引了《大智度论》中的以舍来舍佛了。那当然这个是有修学上的次第。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上，除了依着经文，一般说古文嘛，文以载道，借由文字来了解经的道理之外，那个道理之后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上。所以以舍舍福，它前面还有一句，就是依着大智度论中的以这个福来舍罪。所以刚开始修学，我们就是要修这个善法，虽然这时候的善法没有跟空相应，是有肉善，至少我们修善法来取代我们不善的种种的身语的行为。当我们常持院长还有这个开能法师都有提到，就是要将这个法水充足身心的。那现在的疫情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那所吸收到的法水实际上就是充满我们内心的这种免疫力，或是强而有力，可以对应种种的境界。刚提到的，就是你要怎么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并不是你一开始就有办法去理解空的道理，有办法将空无我的思想落入于生活上。不过在论中，在导师的讲记中就明白的说明的，我就举了这一个以舍，以先以福来舍罪，先有修有漏善行来取代不善行，那接着进一步的去观这些有漏的善行还是空无自性，这个是从这个以舍来舍福，这样子从观念上的改变，强化内心乃至落入于生活上，这才有办法遇到任何境界都不产生执着，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学习，希望我们都可以将《金刚般若经》乃至《心经》空无的道理运用于生活上，除了免疫身体，加强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之外，更重要是让我们的心力在六时中呢，在法水乃至在法乐中充满，那这样子遇到境界不担心，面对它处理它，乃至放下它。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至此，谢谢。谢谢圆悟法师。那现在我们请冠藏法师为大家说几句话。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善友，大家好。先祝愿我们大家了，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不管是初学或者是久学，
都能够相对的了，相对的证件能够增上。如果我们能够证件增上，看得真啊，看得很真切，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更真切。只要我们的信心有，证件而来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起行动了。所以导师常说了，依着证件起正信，依着正信而起正行。希望我们大家咯，在这一次法会当中都能够相对的增上，不管是正见、正信、正行都能够增上。前几位老师都有说到，特别提到免疫力，对吧？因为现在的有些病毒，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法会的增上，不单单能够免疫对我们的生的老病死有些免疫，尤其那病毒，对心呢，心的三毒，贪嗔痴三毒也有一些免疫力，那最高的免疫力就能够什么？离生死得涅槃，哦，这个就大家共勉。以上。谢谢冠藏法师，非常感谢师父们的开示及勉励。那实验室就到此结束。